武林争霸，叫出自己，你本来就很美。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雪润晰白独家冠名播出，由果汁健康专家美之源联合赞助呈现。美之源，喝到的阳光健康，爱舞蹈，爱生活。杰利亚邀您参与观众互动、短信互动，或者武林争霸杰利亚新浪官方微博，都有机会获得由杰利亚送出的精美大礼包。节目指定产品赞助商三星电子要您共享音乐，共赏劲舞。为各位以及五位导师介绍一下我们今晚十强换位赛的比赛规则。首先，每组舞者跳完由导师打分，进行组内 PK， 导师选择一人直接晋级，另一人进入挑战区。五位坐在挑战区的学员接受由网络票选出来的人气最高的四位学员的挑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组舞者肖杰、朱杰静。今晚他们带的舞蹈是《让爱相随》，掌声有请今晚的第一组舞者肖杰、朱杰静。今晚他们带来的舞蹈是《让爱相随》。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啦啦啦啦啦。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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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谢谢肖杰，谢谢朱杰静，一辈子三首歌全都包括了。不知道五位导师经历过丰富的人生，他们的舞蹈有没有感动你们？小春老师，说实在话，这个舞蹈真的是感动啊！这堆恋人从年轻开始到老，我没有感觉到那种温馨在里面。对，是不是隔了太久，你们是有点懒散的感觉？金星老师，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状态，但我真是完全不在状态里面。如果你们在整个三分钟当中，哪怕用一首曲子在交叉间接的青春、中年、晚年全交叉在一起，观众还是能看懂的。现在就是太简单的一段一段一段，我第一段情绪还没有饱满接受同时，第二段又给我了，我刚要适应你第二段，第三段又出现了，所以我是断的，我一直没有进入你们的状态。金星老师觉得不够满意这个作品，小春老师甚至用懒散这个词儿，杨丽萍老师您觉得呢？题材非常好，题材想要用两分钟来表现确实有点体现不出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方老师，朱杰静，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拿这个作品到你们歌舞团演出？不会。肖杰，请问一下，你可不可以拿这个作品在你们的 hiphop 的圈子用？应该不会。好，两个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作品在半决赛用，你感觉对得起自己吗？
如果你谈得上是艺术的话，最大的是精神层面。你们玩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想讲什么。谢谢。第一次听到导师们一致的不认可，但是你们现在两位舞者必须面对五位导师的抉择，究竟萧杰、朱洁静五位导师选择谁先进入全国十强？方军老师，萧杰。谢谢方老师，恭喜萧杰。小春老师，这真的如果是来到半决赛里面，你们这编一个舞蹈，我感觉是有点不尊重我们，也没有尊重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想看的应该是不止这个东西。小姐，恭喜小姐。谢谢。冯双白老师，朱洁静。谢谢冯老师。谢谢冯老师。杨丽萍老师，要选择一个的话，我给朱泽金。谢谢杨老师。朱洁静、萧杰目前2-2。金星老师，我这一票我投给萧杰。谢谢，谢谢萧杰成为我们武林争霸首位十强舞者。第二组舞者，男舞者是辞掉工作来跳舞的公司白领杨文涛，女舞者是性感的拉丁舞者，来自广西的梁黛青。他们带来的舞蹈是街舞 I want to dance。很多人也觉得你们俩出现在今晚的半决赛是幸运更多一点，不知道五位导师也是这样认为吗？整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而且我发现梁黛青从一个拉丁舞者变成一个 hip hop 的舞者，我希望你转吧，因为我看到你一身的肌肉，我都认为你应该是在 hip hop 更好一点。杨文涛，非常恭喜，因为我看不到你那种草根的舞蹈感觉，更像一个艺术家在跳舞，谢谢。
谢谢方老师。谢谢方老师，冯双白老师，两个人都做得非常非常投入啊、表现也还是很不错的。在这个作品当中，在前边是紧张的、烦躁的、枯燥无味的，是甚至让人令人抓狂的。我看你们把那个报纸都撕碎了。当你们啊把外套脱下来的时候，进入到一个 I want to dance 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到舞蹈给你们带来的快乐。谢谢王老师。小春老师，我觉得这段舞蹈对我来讲，我觉得梁大庆好好看。刚才杨文涛，我刚才看到你是在舞台的一个呈现是很，可是有点装啊，有这么吃力吗？有点过了。谢谢小春老师。小春老师，感觉小春老师又像是点评还是表态了。两位待会儿有一位会成为十强舞者，有一位将要进入待定区，所以说接下来你们对导师的叙述也非常关键。梁太清，我来。其实当时我想说的就是，我抽到杨文涛的时候，我们互抽到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二强组合，因为他是组里面公认的就是拼命三郎，就拼老命那种大强，然后我是那种打不死的小强，所以我觉得我还会继续发扬我的小强精神，然后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然后将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谢谢。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你来武林争霸非但练出了武技，练出了自信，还练出了肌肉。杨文涛，今天想说我没有一招鲜，我也没有特别出众的东西，我每次都是在拼，而且我每次晋级我都会哭。其实好多人问我啊，你真的那么开心或怎么样，真的是因为被认可的那种感动，因为我也没想到我可以能够走到现在，走到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那我今天我想回答这句话 So I think I can dance And I can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我觉得我可以跳舞，我觉得我能让梦想实现。杨文涛现在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梁代清走到今天也已经信心满满。五位导师，你们会选择谁？静心老师，刚才那段双人舞两个人都很好，但基于现场的表现，两个让我看到光彩四射的，对不起杨文涛，这次我要给梁代清。谢谢金老师。恭喜梁代清1-0，冯双白老师，杨文涛，谢谢冯双白老师，因为您的一票，现在杨文涛离十强也近了一步。小春老师，杨文涛的话，你刚才一段舞蹈，我觉得我只能给你60分而已，所以梁代清。谢谢小春老师。杨丽萍老师，我觉得梁代清在刚才那个作品里面非常有力量，梁代清。谢谢杨老师，我们要祝福杨文涛，你每次在舞台上拼尽全力，但是每一次都让你拼到最后，但是总是你会再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祝福你。同样掌声，我们要恭喜梁代清走上全国十强席位。接下来出场的第三组舞者，男舞者张傲月，女舞者于雪娇，他们带来的舞蹈是再见 Esmilada， 编舞老师田静、伟伟。
Yeah.